随着一阵紧急哨音响起，官兵按照战斗编组清零武器，装载物资，迅速集结完毕。相比以往，这次战备拉动时间大幅缩减。拆装式营房将战备库房和兵器室全都设置在一楼，为我们清领各类武器装备和搬运战备器材留出充足空间，战备效率大幅提升。在提升战备能力的同时，营房内部还配备有独立淋浴间、洗漱台、卫生间、灶台等生活设施，极大方便官兵工作生活。无论是吃饭、洗漱，都告别了以往人挤人、人等人的现象，我们人人都住得舒心，用得顺心，练兵备战动力更足了。除了合理的布局，拆装式营房所采用的箱式钢结构集成设计搭建速度快，四个操作人员在30分钟内即可完成安装，同时还可根据需要改变房屋尺寸形态，多次拆装重复使用，将为官兵野外驻训提供便捷宿营保障。